嗨，大家好，我是燕妮老师，是一名国际水中健身教练，在水中运动与教练培训已经快要12年了，非常喜欢玩水，所以我进入了这个行列。今天我们会用 Atlas Pro 1700这个型号的游泳池来为大家介绍一些水中健身的动作。这边会有一个不锈钢的手把以及楼梯，然后我们会再搭配水中跑步机跟水中飞轮，甚至一些健身的哑铃器材，一些浮腰的动作来教大家。在教学水中健身的时候，我操作的同时，我的体态和自信也跟着提升了。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都来自路上健身的学生，他们可能因为做太多路上的运动而受伤，来到水里变成我的学生。另外是他们有一些想要继续运动，可是他可能因为怀孕，因为他年纪大了没办法运动，所以他也来了成为我的学生。所以我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可以让专注力更提升。水的特性就是水的浮力会让你身体胸口的位置比较不容易造成膝盖的损伤，在每一次运动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一个改善。水的阻力是空气的12到15倍，当我们来到了 Endless Pro 会用到它的水阻，而它又可以再调整水的阻力的大小，让我们可以做不同程度的一个动作。而这些阻力在我们变化身体角度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用身体额外的力气去改变它，让身体保持平衡，增加协调能力，锻炼到肌肉。更因为水有包覆力，所以可以让我们身体发展得更均匀，因为这样子的包覆力可以练到每一个部位的肌肉。 Atlas Pro 给你全新的健身体验。